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上一集咧，米露迪同埋 Ficha 咧有體驗過電車痴漢吳宇祖啦，好多人都話 Ficha 做得唔夠自然，我覺得係啱嘅，因為 Ficha 咧唔係做痴漢嘅材料，佢嘅真正身份係淫佬。哦。即係希望今日你可以放開自己，拋低你嗰啲偶像包袱咧，做翻自己咯。你係咪一個淫佬？係定唔係？係。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開片。開始。女主角的爸爸一直住在医院，有一天她爸爸好翻出院，女主角发现了有一扎花，原来是个医生送给她的，那个女主角就心想做乜鸠呢，那于是就还翻扎花给那位医生了。然后女主角和男朋友回到家，突然发现有个变态淫佬潜入了她家，还打晕了她男朋友。淫佬凌辱完女主角之后还被她老爸见到，但是他们很大方地放过这个淫佬，还搬到了其他地方。但是故事又怎会这么快完呢？女主角即将再度遇上这个淫佬。咁今日呢条片咧就系讲凌辱嘅，咁你哋又知唔知道何谓凌辱呢？羞辱性嘅欺凌咁样系嘛？果然系嗰啲性博士啊！你头先又讲咗一个 term 出嚟啦，以你所知啦，会系乜嘢剧情里面会发生呢啲所谓嘅凌辱呢？只有不同的階級的時候，一邊去蝦另一邊，另一邊就出不到聲，這樣又反抗不到。有沒有實質的例子啊？沒有。怎麼會沒有啊？你這麼看這麼多。凌辱 play 可不可以增加情趣？什麼叫凌辱 play 啊？即是角色 cosplay 那些角色扮演啊？大佬，咁你解釋一下啦，你好像很專業咁。我覺得你唔好你覺得，你根本就知係乜嘢嚟，你會覺得加呢啲字咧就攋順情咁先啦。你根本就係成個淫字寫喺塊面度。羞恥 play 即係嗰啲，即係可能見你濕曬先話，好想要啊，我唔入啊，我死都唔入。呢啲羞恥 play 即係搞到你好尷尬嘅。凌辱 play 咧，即係咧有少少霸道總裁再 over 少少嗰啲，要整痛你少少啊，好大力撳住你啊。凌辱 play 一個好比較明顯具體啲嘅就係可能我特登要你。在當眾面前唔知做啲好羞恥嘅嘢，都算係凌辱嘅一種。咁你有冇試過啊？我冇啊，嗰陣時諗住同你試。冇可能。咁啊，聽完黑叔嘅講解啦，你有冇試過玩呢個樣嘢？羞恥 play 係試過，凌辱 play 係冇試過。有畫面添疏。面紅。Oh my god！ 係咪好想要啊？唔俾你。喂，你耳仔都紅埋啦。Oh no！变态淫佬潜入了女主角的屋企，还用花打晕了女主角的男朋友，务求营造出浪漫的情景，飞花落叶。到底 Ficha 可不可以重现这个浪漫的情景呢？做什么？没啊。你杀了人啊，现在。我知道 Ficha 是未盡力的，俾多次機會你啦。晚安。花冇曬嘅，點解得翻啲草嘅？今次 Ficha 就成功咗啦，但係下次最好都係唔好送花啦。女主角被淫佬凌辱的时候，翻天覆地，不打不撞按到个电话报案。今次我们找来全公司的男仔一起来模拟这个场景，到底在这个情况下，米露迪可不可以成功打到个电话呢？准备了，好，来3、2、1。跌了，电话跌了。好，来3、2、1。不愧是米露迪，这个情况下他都还打到电话，果然是经验老道啊！辛苦了大家了。
阿媽咧頭先成功喺呢個 case 裏邊咧係打到個電話出去嘅。你喺現實中有冇試過真係俾人咁樣炒到飛起？我相信係唔會有人試過咁樣咧。啱啱嗰個情況係即係好似七級大地震咁樣咧，我係成個人被拋起離床跌翻落嚟啊！如果你哋有試過呢個咁嘅情況咧，麻煩咧下邊嗰度留言啦，我哋大家都好想知道你嘅戰績嘅。阿媽就交俾阿媽。好啊，咁我哋头先咧成功试咗两个情景啦，咁啊经过佢哋两个嘅实验证明系真系 work 嘅，咁但系你哋觉得现实中会唔会出现呢啲情景咧？唔会，唔真实，但系系 work 嘅。你想唔想试啊？你想试咩啊？我唔。佢想试喎。今集就差唔多啦，如果下一集你哋有啲乜嘢想我哋拍嘅咧，再留言话俾我知，我再拣啲 reference 再俾佢哋两个试一试。再见。再见。下集。每晚十点准时直播，七点睇片，十点直播，乖啦，记得坐定定准时睇啦。